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indy 袁咏琳。今天要推荐的歌曲就是我新专辑《To Be Different》里面的《释怀》。那《释怀》，我首先要先谢谢我的好朋友赖雅妍小姐帮我写的歌词。这次是因为跟她拍《瑰宝1949》认识，然后这部戏有入围金钟奖，她也有入围最佳女主角，非常恭喜她。然后我觉得，真的就她写完这个歌词啊，《释怀》变得真的好好听哦。本来其实我自己觉得啊，还好，一个很清淡、有点民谣乡村的一首歌曲。然后她写完歌词，我觉得她把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那种故事跟感觉都写出来了，就真的很有共鸣。然后我真的很希望大家会喜欢《释怀》，然后你可以在里面听着那个旋律，然后找到自己的故事。你的声音在那么久以后渐渐的轻了，那些难过不是好了，只是终于习惯了。其实我自己也不太相信可以对你笑了。回忆